普雄欢迎哈，咱台南市的一家之长，咱的市长黄伟哲市长已经在现场，跟大家挥挥手，谢谢。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陈定飞、陈立伟，还有我们的郭姓良郭议长，那今晚跟来是咱的李宗成议员，啊，咱的北郊议员王碧昭王议员，啊，跟咱的郭清华议员、郭清华议员，也跟有咱的文化局长叶珊珊叶局长也已经到会场，谢谢。也跟有就咱的荣誉主任委员。那个洪水松、洪水前、洪水委员，那个吴进忠、吴志伟，谢谢欢迎。厦门调总长、常务干事阮罗清、阮常务监事，谢谢你漂洋过海特别过来。那咱高雄市总经理委员苏志辉、苏志伟，以及咱吉昌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志、裕民集团总裁胡炳坤、三江牙卡，咱三江顶。吴连明、吴信勇主委，三高定岗海岸宫展纪尧主委，余嘉南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正能处长，南安南库库尿干先吉普尿严区长，谢谢。也个有南平建局长，咱的严正彪严局长，咱的贵宾，咱的检察官林荣轩林贵宾，咱的林检察官。非常认真，那么，哇，认真，咱的一个关键的时刻，是咱大家手机台，咱的贵宾无介绍到的，咱等一下有时间，咱再补充为大家介绍。哇，大家所期待春舞已经进场了。